头法律难平改，用历经安通文产期，如公所通民国80万元世界免费共享增加款。不过经济过年前莫打发配料后，都莫够送水，被定期水欠合法申请的议题。地方诉求公所出钱来修正，没合法化高本地方扣下来维护管理，结合采取文产类似建筑扣下来发电完工。像离个海水喷能拍染，了大部系日本首尔就开发个牛力温通温餐器，就民众大年早儿就到了大部来进温餐。因为彭文山脚有点水肿啊，来这里泡一泡，就觉得现在整个身体都暖起来了。不过顺条街烟草温餐器，则因为莫打发贴莫水好用。立下长有牛力进贡所出面中签类修章，了解台葵岛30年前十几届温餐期，莫合乎到20年前所制定的温餐法规范。提奉希望贡所做得天修合法期的水天，从事修章各开放。那有时候泡脚的人都忘记关，啊，走就走了，开关也没有关啊，啊，马达一直空转啊。主要是现在把那个坏掉的给它恢复起来啊。是最好不过了。目前如果说水前申请合法，然后取水正常，使用会有人来承担，但是这个池子也会变成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设施。公所评估近期合法准许，能摆为使用者来出钱，认为认为温通温餐开发历史动作，依旧三人年退，还是系日本总督造台所，撒去温泉进一步推广。啊，以前就是都在里面吃饭，然后吃完饭之后东西收掉，就是在这边睡觉。除了之外，百年历史的温通温餐八公庙，也是提奉春联祭典之一，能摆为向整体温餐向该文化因素来打拼。下个新闻，温凤小区发言报道。